那你看哦，那朱立伦现在感觉起来为了要抢救不分区嘛，是不是感觉王一川来势汹汹哦？觉得政治鸡桶，我想我昨天就叫立川哥说，哎、欸，你是鸡桶哦，什么时候变鸡桶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就是已经到了这种出言不逊的态度了呢。当然啊，因为不分区很少有办法像王一川打成这个样子。在王一川，因为我们会有好几次跟王一川同台，在王一川在我都在王一川后面讲，知道吗？在王一川后面讲很麻烦很累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掌声太多了，你知道吗？王一川站在那边就跟人形立牌，光是拍照签名都来不及。好啦，可是先不要讲说朱立伦了，柯文哲的不分区，你有印象吗？国民党的部分区你有印象吗？谢龙介我记得是张家俊、哦、第十二名，为什么刚好摆在那个地方摆、哦、在那个地方就是要吹票啊，对，云林张家你就是要努力啊，我的第十二席安全又不是很安全，那民党也有政治人物嘛，也有政治人物嘛，然后也有专业人士嘛，可是你看那国民党名单，你要宣传什么？国民党的宣传都是第二代啊，或者还有一个啊，当然那样安排是可以接受了。比如说苏清泉，下一次一定又是用不分区的身份再去挑战这个屏东县县长嘛。张家俊为什么张家不是下来选立委，是放不分区？因为你要知道，选区要花钱要花资源的，然后两年多以后，他姑姑。这个两任满要交棒哎、欸，所以国民党的不分区你要宣传什么？就是政治家族嘛，就是政治家族清一色嘛，很清楚嘛，那个可以算好几个嘛。好，那王一川很会讲笑话，很会骂人之外，你知道他在讲交通的时候很厉害、欸，大家会听他讲哎、欸，所以王一川如果只是这样子，那个。讲笑话给大家听的话，他也举不了这个风潮。嗯，但每一个人都知道王一川第十四名，可是实际上是第十六名，所以他就对民进党的支持者讲，就有一个很清楚的指标。为什么？三张票里面最高的一定是总统选票，区域立委总和会是第二高，政党票通常是最少。如果第十六名的王一川，实际上第十六的王一川都可以上的话，民进党的区域立委一定会很好。那国会过半那句话就不是假的。好，就算王义川没有上，王义川已经帮民进党最起码多拿一席不分区了、啊。所以我想要朱立伦说王义川是政治鸡桶的话，啊，不晓得在朱立伦眼中韩国瑜算什么？不是，好啦，我们韩总是安全名单，好不好？我们韩总是第一名，好不好？政治鸡公啊！我们韩总到时候就会背心经给你听，好不好？欸、但是。我怕外国人、外国贵宾可能听不懂《心经》，因为《心经》要翻译成英文，我不知道怎么翻译。可是我们韩总，韩国语是温达达的。可是你要宣传什么？对，他不是第十二名，他是第一名哎。因为要排韩国语，只好牺牲王金平啊。对，有了韩国语，怎么摆王金平？所以我们王院长又要出钱，又要出力。还没有不分区，还没有位置，所以请教到明显哥，你看哦，朱立伦现在丢了一个不分区特工队，啊，很多人就说，那是不是看到他们抢救王一川的活动很成功啊？所以来 copy 一下，不啦，你说没有这样的人啊？你说朱立伦就赢了吗？要上媒体吗？要跟王一川曝光吗？我觉得这言过其实了，因为我最近浮选场合都看到朱立伦，老想大家浮选场合，譬如说谁要上去讲，谁几分钟，谁几分钟都有排，我也看过朱立伦就默默的站在旁边啊，包括几个跟大头就站在旁边那边等。主角光环是要让给候选人，让给区域立委、不分区立委上去啊。那朱立伦图的是什么？他自己没有当主角的时候，他图的是什么？图了国民党总统要当选，立委席次要过半啊。啊，你说哦，我现在曝光很多，那结果最后我立委选得很差，总统选得很差，到时候会不会就国民党支持者又去包围党中央，逼他下台？所以你说哦，他现在想媒体曝光，老蒋不用把一个党主席想得那么不堪呐、啊。朱立伦呢，照他自己的节奏要走嘛。所以现在不分区是这样子啦。你说民党的不分区是主打王一川，老蒋王一川打个点常常同台啦，就不用去讲那个。啊，民进党的不分区你十几个嘞，王一川你十四个呢，那前面还有好几个要出来浮选啦、啊。啊，前面几个嘞，我记得原本应该在
在推的是有其他相关的。郭玉琴什么？万老师就有。万老师有我。郭玉琴万老师就有。我很怕到时候他们在选票上找万老师，没有万老师。也可以啊，就说各政党不分区推出来，到底是加分还是减分，这是打一个团体战。啊，你讲啊，大家拢啊，在港台是拢搞国民党，嫌甲不分区无一块好诶。老蒋，国民党不分区如果很差的话，政党票早就掉下去了嘛。那你讲一个非政治名单，讲三个非政治。蔡永康不是非政治名单吗 ？AI 的宝博士不是吗？这一些啊，政治名单我承认有二代的，那其他的没有都拿不出来的吗？我觉得也不用说啊，没感动的屁羞咖那了，我觉得没有必要了。第二个我要讲了，政党的支持度，国民党现在有比民党，我好像差个十趴吗？其实都伯仲之间嘛、嗯。所以我认为是这样，34席不分区、嗯，国民党跟民党应该席次就差正负一跟二而已啦。所以蛮拼的哈、哦，一定很拼啦、嗯。你不是说13或14，那民众大概要6到8嘛？啊，你说哦，算出来，民进党不分区18席，啊，国民党选8席，你嘿也无可能啊。我觉得差40差太遥远了啦。好，不过在苗栗呢，这边有个一带哦，不过颜色可能会不会是黑的呢？哈，这是别人说的啦。我们请教一下瑞德哥，因为赖清德呢现在来到苗栗造势哦，说要护台湾不选择停滞的黑金，因为李正浩又在爆料说邱正军哦，之前不是说呢这些吸毒他不知情吗？他只是房东而已啊。但是现在法院判决书显示呢，他对里面啊吸毒啊贩毒的案件全部都知道哎、欸。我觉得那么邱正军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显然啊，那么太小看这件事情的后坐力、嗯，他都推说自己是这个相关的房东嘛。那么我记得我上个礼拜就在本节目问过大家一件事嘛。为什么这些目前为止里里外外的加起来夯不啷当总共有46件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吸毒人不躲在自己的家里面，让警察抓不到的地方呢？去这个进行这样的一个吸毒的行为？为什么都在这附近？所以呢，你身为房东的人，我跟你说坦白的，就算你是房东，如果你台北市有啊，连续2件以上发生这样的事情啊，被抓到了以后，你这个点的边想要给他开啊，很可能搞不好再下去就是断水断电、嗯。那么为什么台北市是这样？为什么到了苗栗是这个样子？所以呢，你要走政治这条路，你就要认清楚自己的身份。有些事情有些钱，那么自己可能必须要分清楚。我也不太了解一件事啊，为什么呢？通常开电玩店的，有电玩店的话呢，你到里面去玩那个电，不管你这个电动玩具店是怎么回事，对吧？哈，啊，有的电动玩具店在台湾是合法的招牌，但有的电动玩具店也可能是这个挂羊头买狗肉啊。但问题是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牵扯到这个吸毒这个事。而且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呢，苗栗并不是这个人最多，然后呢，那么服务员最广阔，可是他的吸毒的事件呢，那么却层出不穷，这是苗栗必须要去面对的。还有苗栗县警察局在内的这些。些治安单位，你在事先你的代志表料人跟你讲，你这边提供啊没有查到，你不废话吗？你当然是要加强联检。要是我是苗栗县的警察局长的话呢，我当然下令24小时给我站岗，你知道吗？24小时给我严查，我不管他是国民党的苗栗市长还是现在的立委候选人呐、啊，该怎么做就怎么做。苗栗县警察局长不是这个等到苗栗县政府啊可以管的嘛？中东警我相信他也不会赞成那个，包括有这个要吸毒的人不断的出现在苗栗的这个县境里面嘛，所以这个代志。我干嘛？他必须邱正军必须做一件事。如果真的有这件事情的话，他必须要那么跟这个这个相关的电动玩具厂、游戏厂呢划清界限，必要西村对吧？哈，终止相关的这个契约，这个租约嘛。嗯、你应该终止，你至少要做一个动作出来嘛。他到现在都没有嘛，他到现在只出来讲说黑高我不管嘞，我要出租娘娘嘛。哎、欸，你要知道，我们现在酒驾的人把车子借给别人，连这个车子都有事嘛。所以呢，你是出租，你别再往啊，你公国的不管嘞嘛，一定要把它弄清楚嘛。至于侯友宜，我不会压抑。为什么啊？中国国民党都这样对付人家，不是吗？朱立伦是怎么对待这个中东警的？之前说人家怎样，说人家年轻时候的黑道的事情啊，什么无微博对吧？哈，以这个做借口不让人家选，不是吗？然后呢，侯友宜是怎么？后来去跟人家握手，朱立伦不是这种人吗？那侯友宜怎么回事？侯友宜是在3月的时候直接在脸书上面写说，中国国民党不容黑金复辟耶。把这个包括李全教还有傅昆萁，硬要把他赶出去选车会嘛。结果现在到花莲拉起这个傅昆萁的手画动算嘛，到台南拉起李全教的手画动算，他就是这种人嘛。嗯、所以呢，劲敌就变成说一套做一套嘛，为了政治利益，为了政治前途，什么道德、什么价值都可以放弃了。